想念你的温热，无法只是过客，没失去过哪来的获得。 现在还是会每天梦到他，你跟那个人长得一模一样，我只有这个根源，可是还是希望你能帮我确认。重点是我像那个人，你才会对我有兴趣吧？这个是我，这个是你，你一见我一见。 敲门吗？我去看看。啊！快快快快快走！关门关门关门！这这这。
怎么了？怎么回事啊你们？你们俩怎么了？出大事了，肯定是民泽。昨天晚上在酒吧里有人想泡他，他把人拒绝了。他先人泡，然后那个女的心宽体胖，一看来他就不小。现在上门寻仇来了。你还说我昨天你喜欢那个姐姐，人后来男朋友不是来了吗？说不定是他呢。肯定是你泡人家妞惹到黑道了。到底什么情况呀？咱家门口有一群黑衣人。 要不咱报警吧，就去了一次酒吧，不至于被人抓吧？没事儿了，我去看看啊。哎哎，雪姬小姐你好，李哲先生吩咐我们来帮你搬家。可是我也没那么多行李呀。您需要的东西我们已经帮您采购完并且装好了。那等一下吧。 雪姬，这原来是你朋友啊！吓死我了！啊，这是哪国的公主啊？这不是一般有钱了吧？估计能买一万个我这样的吧？哪那么贵？对呀、啊，江淮怎么还不回来呀、啊？你到底是谁？哦，你说门口那些人啊？ 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是一个富豪的养女啊。但是你梦里的我是谁的话，只能靠你自己想起来了。毕竟，这不是属于我一个人的过去。哎呀，我这么说好像有点复杂，大概意思呢就是，如果你想知道我是谁，你会知道的。 又来了，进来吧。哇，这是我们的家啊！ 大的房子，那我先进去看看啊。家都搬得差不多了，你还特意过来一趟，很闲嘛？特地过来看看你啊。 进来吧。
这么大的房子，就我们两个人住吗？江淮，你的房间。我的房间，这么大，我一个人的房间啊？对呀，喜欢吗？喜欢。不过，这么大的房子，那么多房间，都是我一个人打扫吗？ 对呀，之前咱们约定好了呀。果然世上没有免费的东西。这么大的房子，就算随便打扫一下，也要花上一上午的时间。嗯，我不是那么挑剔的人。我是客厅、厨房一周打扫个两回，然后那些其他不用的房间一周打扫一次。不许反悔哦。嗯。 但是，我在家的时候你必须得给我做饭，我喜欢吃家里的饭。好，做，我做满汉全席给你吃。<笑>不过，这么大的房子，就我们两个人住吗？那些闲置的房间都空着吗？嗯，空着吧，说不定以后会有朋友要来住呢。我饿了，给我做饭吃。 冰箱是空的，给我生活费。那随便买。嘿。 大家休息一下，啊，谢谢。先回吧。来，喝。谢谢。我突然好想我的小天使。我看你是想他给你买的衣服了吧？其实有个人也偷偷在想，只是不承认罢了。你说这个人是不是他呀？ 喂，十一。江淮，我充电器是不是被你带走了？没有啊，我自己有的。哎，这电话去哪儿充的？喂，十一。啊，江淮，我充电器是不是被你带走了？没有啊，我自己有的。哎，这电话去哪儿充的？喂，十一。啊，江淮，我充电器是不是被你带走了？没有啊，我自己有的。哎，这电话去哪儿充的？喂，十一。啊，江淮，我充电器是不是被你带走了？没有啊，我自己有的。哎，这电话去哪儿充的？喂，十一。啊，江淮，我充电器是不是被你带走了？没有啊，我自己有的。哎，这电话去哪儿充的？喂，十一。啊，江淮，我充电器是不是被你带走了？没有啊，我自己有的。哎，这电话去哪儿充的？喂，十一。啊，江淮，我充电器是不是被你带走了？没有啊，我自己有的。哎，这电话去哪儿充的？喂，十一。啊，江
反正不是这种，走了。嘘，雪姬正在睡午觉呢。
怎么刚刚还在外面，一会儿就睡着了？充电器呢？哦，我待会儿进去给你拿。要不进去看一下，里面特别大，特别豪华。好。怎么睡地上？他好像就喜欢睡地上。哦，我等会儿就要去学校了，你的充电器在雪姬二的房间，你自己去拿，我走了。喂，妈妈。哎，我今天啊要去你那儿住一晚上，你把你的地址给我。哥哥家不能住吗？哎呀，你哥过两天要考试，我怕会影响到他。妈，我现在跟朋友住在一起，我得跟他商量。什么？有这么麻烦吗？那让我睡大街啊。我死在大街上，你也别管好了。妈，你别这样，我去问问我朋友。你挡到我了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刚到。你终于愿意主动来找我了。我只是很困扰，做了一些奇怪的梦。我觉得就是因为你总跟我说那些。真的？你梦到我了？你梦到我什么了？那不重要吧。那只是梦而已。你很愿意活在梦的世界吗？你知道吗？江淮，我很羡慕你。为什么这样说呀？家里有钱，长得又漂亮的你，为什么会羡慕我？你不是从小就跟诗一一起长大的吗？可以一起分享友情，然后相爱。这个人如果是我，该多好啊！我跟诗一不是那种关系，可以互相依赖的关系也很不错呀。总之就是很羡慕你，我们之间就像家人一样存在。你最近很少跟诗一见面吧？今天刚刚见过。那你下次可不可以带我一起去？我觉得以后你还是自己联系他吧。知道了，可是很失望。江淮，我以为你会帮我呢。陷入爱情的人是不是总是变得那么自私啊？眼里好像只是看得到自己爱的人一样。或许还是只有你是这样的人。
不是这个女孩。是还有一位，因为都没有外出，最近一直都没有看到，所以没有办法拍到。等那个女孩回来以后，你拍了照片再送过来吧。没用的废物。夫人，您要找的那位女孩大概是什么样子？她很特别，一眼就能认出她来。今天怎么想起来给我做这么多好吃的呀？因为我吃你的住你的，所以给你做这么多好吃的啊。哎，没事儿了，吃吧。雪姬，我想拜托你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啊？我觉得我没有任何立场跟你提这件事情，但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。这一周我妈妈能在这住一个晚上吗？你妈妈？因为哥哥那边有点事不能住了，所以不得已才跟我说的。我也特别不想跟你开口。你之前说我妈妈跟你妈妈是朋友啊？阿姨来住可以。